今天我们来到昆阳乡校，它位于青山南道四川市昆阳面松天里355号，1983年8月12日被指定为青山南道有形文化遗产第221号。昆阳乡校是供奉孔子及弟子杰出儒学家并对年轻人进行儒学教育的地方教育机构。昆阳乡校前址教育空间和明龙堂，东宅西宅，后址祭祀空间大正殿。与其他乡校不同的是，这里另设进入祭祀空间的大门，不经过乡校的主要出入门奉化路就能进入，并在两个空间之间设置庭院。这种结构是少有的例子，是从注重形式的儒教建筑向注重功能的近代建筑转变，因此在建筑学上很有历史文化价值。东侧还有儒林会馆，有很多管理设施，每年有2次春秋试点和每月初一、十五的焚香活动。